屏东应杰。副县长、处长，还有我们的评审老师，以及我们的活动大使领导，还有我们各位入围者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好。首奖的得奖团队是，作品。恭喜投影屏影像团队，从剧本呢到最后执行都非常的完整。院长，谢谢处长，还有谢谢编导，还有在座的评审，然后每一组也都经历了各个就是大大小小的风浪啊。那我觉得这一路大家走来都非常辛苦，然后我特别感谢我的团队，然后我的团队给我非常多的支持。他的作品是《吹南国的风》，餐桌上的屏风。获奖的原因，整体最佳演员奖得奖的是我的水鬼爸爸，是我们的郑玉轩。所以今天来参与这个2022屏东电影节的颁奖，然后因为今年有143件的报名，所以今天晚上入围的已经是第一波，已经杀出重围了，所以你们基本上已经是被挑选出来的优秀作品了。那我看了一些，我那时候看的时候我非常的惊讶，是说那个题材的多元，就是还有科幻的，然后我看到最后我都觉得是不是有世代差异了，明明我觉得我自己还蛮年轻的，然后我看到最后觉得你们空拍已经成为你们的日常了，就是那个创作的手段已经落差非常大，所以非常恭喜各位今天就是在这边完成你们的作品，然后做出了非常大的跟屏东这个题材的结，这个在地题材的结合，然后非常高兴。那我们从脚本甄选到选出这十部进组拍摄的作品，这个过程都可以看到我们今年的每一个参赛者哦，那个想要得奖的积极度。那所以也像刚才我跟连奇导演在台下分享的，其实今年真的不好评，因为都在伯仲之间。那当一个人提出某一部变好的时候，就会有另外两部，另外两个评委会说，哦，我觉得我要投给另外一个人。原本我们的故事在这里就可以结束了。我们的人生终究还是没有找到它的意义，所以这也是我最舍不得离开的地方。非常重视的一个活动，那每一年我都没有机会参与，因为他都自己要来。那今年他没有办法参与，所以我才有机会可以站在这里啊。原因是我想他今天整天的活动就在我们的小琉球，那各位小琉球要漂洋过海，好，虽然距离不是很长，但是因为真的行程，最近我们有很多的落成，因为在他的任内陆续完成了，所以他必须有很多的就是这样的一个落成典礼要一直赶，这样，所以没有办法亲自来跟连导见面，也没有办法亲自跟所有的评审老师谢谢，但是也没有办法亲自来跟大家恭喜，那我就特别代表他。那我想这一次我看到刚刚我们的主持人也提到，这次来参赛作品大概有143件，那很困难的以屏东为主题，屏东 come true 的这个主题，我们选了10个组出来。
我想是非常不容易的。各位今天可以坐在这里，绝对待会颁奖应该只有一个奖而已嘛，哈，你们没有像那个上个礼拜我们的那个文化处办了一个屏东奖，那大家都想说因为 COVID-19 的关系，很多我想说为什么今年的奖都那个什么投件数都特别的高，我们的屏东奖来了三四百件哈，三四百件，那个真的是让评审委员非常头痛。后来我跟文化处长两个讨论的结果就是说，因为 COVID-19 让我们减少了很多活动，但是大家就卖力的创作，所以有很多精彩的创作就这样出来了。所以我想应该屏东电影节也应该是这样子哈。但是我是更佩服的各位是在短短的时间里面，当你被评审出来之后，第一个阶段你们要在屏东蹲点一个多月的时间，然后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面要把片子拍出来，同时还要后制出来，然后再交给把这些作品再交给我们的评审老师，这个过程我相信你们对屏东一定有很多的熟悉跟了解。而且我想众星斗金，风景菩提，地大不空心。